次回家必吃的美食就是饺子，我妈跟我姨又在那儿包起来了。现在去看看吧，看看包的什么馅儿。我这也惦记家里的饺子，惦记好久了。哎呀，老爷，愣愣，不冷啊？哇，那包这么少了？嗯。你坐着干啥？你包啊。我包。这什么馅儿？韭菜叶儿。嗯。韭菜叶儿还有菠菜。去菜那个哈，你包啊。哎，全家包的手法都一样。对呀、啊，这边包饺子都是这样。谁教的呀？谁教的？姥姥教的。这位。俺是自己包。自己包的，你自学成，你自学成才啊你！你这你真厉害。你问问奶奶，要包饺子呢。啊，可是你还不学不完。不是，俺妈。你教我了。你们教的哈，哎呀，你真厉害，你真聪明，你就得看看会了。管理哈，都不走哈，都是掌上明珠啊，搁家都不会做饭，结婚以后都什么都会做。他那家是都行。哎，那他是年轻人，哪个也比咱会，都会别晚上跳。都已经长了，我疼，我不疼一点，他也刮几下又不行。啊，不行。包完喽，包了两辈子，还剩块面，吃着好吃的，装了一堆咸菜。哎，开吃，吃饺子喽。好，开吃。有一大堆，我想吃饺子。我吃饭。大同陈醋，我就得凉拌菜。因为今天露一手，就是鱼多了点哈。韭菜肉，没事，好吃。这个鱼少点就行。真香。我现在这个鱼多了哈，鱼炸了不能我吃。鱼多了哈，小咸菜。提前你才有活丝，咱弄上点葱丝儿，凉拌青菜，弄上点辣椒丝儿，不好。油不油腻啊？油腻。这杏鲍菇。有点。油腻，油太多了。不放，不辣就再辣点好了。好吃啊。嗯。有油泼的味儿。现在想多上点辣的。咱不辣，吃辣都。真辣。这是光油。你爱吃毛血旺吗？光有油味儿。你要就是都是。毛血旺配鸡肉片儿，麻辣鱼。啊，爱吃这些，爱吃啥？一次做的那个麻辣鱼特别好吃，卤蒜肉太香了，还有自己包的饺子好吃。嗯，这个辣酱绝了。开始吃水果了。吃完饭再娱乐一会儿，我们一起打个牌，姥爷陪我们一起玩。我老公还不太会玩这个保皇呢。你想打就打，我也不会，随便打。就是前面你不知道腿子是谁的时候，加油。打我这儿，我就有六，哈哈哈哈哈！这个老爷，三个，嘿嘿，三个吃。